嗨，谢阿正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大家晚安。刘海微乱，依旧可爱。头发都长出来了，是否该去补染？第一次感受到布丁头的感觉，算在里面。晚安，波罗，晚安。Hello， 一根头发样的人，对吧？超酷！谢谢小雨的告白气球，谢谢告白告白波。呜，今天刘海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这里有个 S 型的？我被大家发现我秃头了，就我刘海，我的头很高。这里是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颜色都没有，你看这里是，长好快哦。但其实已经染很久，我是去年十月染的，十月底。十月底，十一、十二、一、二、四个月可以长这样子的头发，其实蛮少的。新潮刘海，谢谢。所以是带给各位最前卫的发型。什么时候出书？不知道，发际线比较高而已。对啊，晚安。这口红真的很喜欢吗？各位，是跟默默同款的口红，对。晚上好，谢谢朱莉安小仓鼠车车，呸呸！我还没有看最新一集，我那灯好亮，我要关暗一点，一定要下来。太阳蛮厉害，这蛮我还没有看呢。大家三分钟影片竟然可以评那么多，那应该蛮值得看这一半。还没来看。
么讲到天主车车，大家留言就会变那么多啊？但听说他一集这样子真的是要拍很久哎、欸，就是他一天只能拍摄3到4秒的画面，很耗时又耗工，然后他的那些布景又很难弄。今天大家精神好呢？今天早八，我睫毛夹都在这。今天早八，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精神算是还不错。我最近还有个长很快的东西，就是我的指甲。我要每天早八啊，我好不想出社会哦。我现在一周有4个早八，我就很痛苦了。可是今天是双周，所以今天只有两，这礼拜只有2个，上礼拜有3个哎。可是其实没有早八就是早十，所以其实这学期是逃不开，就是这学期是没有机会睡到下午啦，除了假日以外。我一定要守住我的出席率。上大学以后真的会开始懒惰，就以前上高中都可以那么早起来，然后现在完全无法。算了，睡不起来，我早一点睡也起不来。而且算是我没办法早睡啊，你看我现在几点开直播，算是我自己安排的。可是有时候晚上回去就要先吃个饭，干嘛就差不多这个时间开直播吗？哎，我的身体时钟其实我看完直播以后还要洗澡跟打理我自己、保养那些的，其实弄弄就蛮晚的。那如果隔天学校还有事情，可能就还要再用一下吗？但我只要睡午觉，其实整天就会还 OK， 所以其实睡很短也没关系，因为有可以有时间睡一下午觉就可以。哎，我不会每天，我现在去学校不会每天都化妆。我有时候早八都不会化妆，可是我会回家。回家的时候下午如果有课，我会化一下。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整天都没有化妆。
可是大家那种朝九晚五上班的其实也都蛮辛苦的，就是我看我爸爸每天那起来我也觉得他很辛苦，所以其实学生还好，尤其是大学生课又没有很满，所以我觉得我算是成员里面比较不累的人吗？还有高中生才是最辛苦的。国高中生才是最辛苦的，可是 TP 社国中生应该只剩晨晨了吧？晨晨也要国中毕业了，一到大四都化全妆，那真的很厉害。哎、欸，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已经第二学期，我就有点累了。嗯，好，豆拿汁。乐乐都快长大了，对啊，真是让人家赶上季节。这是最后一个学年，就是 TP 里面还有国中生的，他想要我争取整成最后的国中。三期生靠各位养了，请大家支持哦！笑死，开玩笑的。大家要不要？我觉得国术是应该是会增推啦，这、就是百分之百的嘛。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嘞，大家报名吗？嗨波，嗨什么酱？今天大概，
在半小时后吗？就会有吉他时间，应该也不用半小时，二十分钟左右就有吉他时间。因为今天开播时间比较早，今天大概开一个小时，下个礼拜补给大家。因为明天有点事情，要早一点休息。不好休息，但大家也是 sorry， 可是我还是会弹吉他给大家听的，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嗨，吉梦亮，嗨嗨，应该修完了。喷化妆水，超怪，保湿一下。不够部分请博爸博弟帮大家，对啊，大家是比较想要看，好，你们是比较想要看博弟跟博爸，我太难过了。无聊还涂一下指甲油，不是无聊，就是反正这天没有要干嘛，可以涂一下。哎、欸，这个很容易掉，我才会说无聊涂一下，因为感觉它今晚就会掉了。请开始称赞，直男们称赞，成为球场发现自己还很年轻。当然了，球场上都很多比较年纪大的人在打球吧，很多阿伯之类。我前年去师大就是这样，一堆阿伯在打排球。不然晚安，阿川晚安。阿川今天是第五场直播哎、欸，第跟播第五场。好粉哦，因为它就是粉红色啊，对啊，很不像我的土颜色，是不是？可爱不？哼，当然女子也很高喽。オナノコだから。
どんな人君は誰な。我突然快了，弹吉他掉了，对呀、啊，等下弹吉他哎、欸，那跟等下可能会跟这两只手手说拜拜。我应该先弹再涂的哦。谢谢大家，我每次都发现我自己好蠢。我在直播，我在直播，你们差点就要看到博霸，我忘了跟他说来直播，屁个型也没讲，是感觉指甲掀起来吧。不笑死！爱吗？爱是鬼是哪个？我要涂这个，就我之前买这个，我去买李佳丽的生日礼物的时候，哎、欸，不是李佳丽生日，我妈生日礼物的时候，用这个，买这个很香的，是护手霜啊，身体乳，不用了，涂身体太香了，所以我好像都只能拿来用手。真的超香哎、欸，可你们都闻不到。如果以后技术就是可以传送什么气味分子之类的，应该蛮酷的。它其实是身体乳啊，所以我当护手霜在用。我会觉得 OK 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味道多重。握完可能是握别人，然后手上还有我的味道。那希望我13号前不要把它用完。哦、小破灯又在顽皮，
用手吃汗，古龙水一般女生不会喷吧？对啊，被女朋友问话会难接。不对，我没有女朋友没擦，各位都没有女朋友，那再来找我握手吧。古树应该没有这困扰吧？大家香水要不要看谁可以擦比我浓啊？我是没有很浓啊，我觉得。我其实除非很重要的事情，我不太会擦香水。没擦过香水，不用了，大家都很香，不用擦。发酵的哦，我也不喜欢发酵味道。我以前在学美发的时候用过发酵，那个味道真的是冲击。
这是一首是 OP 哦。看我很想追这部来看看。我可可以来来的有你啊你。戏骨家政策。这一部啊，雷格西，古少年的那段时间，没关系啊，果树你就留个胡子留这样不错，应该吧。兰蔻神奇精华 ，Number One 神奇小黑瓶，全新。我想到就是我是弟弟，我骄傲，柏林你是偶像哦，就是这是我的罐头留言嘛，就是你按就可以跑出来，然后是我很久以前设的，因为我也觉得我不知道哎，它都很有年代久远的，都是年代久远的东西，对的，可恶，快点，老粉们赶快告诉他，快教他，我自己也解释不出来了，反正是让大家呛我，还有呛大家，我是弟弟，我骄傲。楽しく生きること誰も悲しませずに生きることはみ出せずまっすぐに生きることそれが間違わないで生きることありのまま生きることが正義か魂魂生きるのは正義か僕のあるべき姿はどんな本当の僕は何者なんだ教えてくれよ教えてくれよ今日も答えのない世界の中で束ねかってる太陽不器用だらけれどいつまでも君とただ笑っていたいから溜めれる心臓が体揺らし叫ぶんだよ今こそ動き出せ弱い自分を何度でもずっと振らゆくん？我哪有開車？我哪会开车啊？我哪有？我私底下也不会开车啊。怎么会觉得我在开车？我才没有讲过有颜色的笑话。哎，不要乱了解，国树讲那个好像不是对的哦。我才没有讲过，我才没有讲红色笑话嘞。
吗？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不喜欢这种笑话哎、欸。我怎么记得我听到这种笑话应该会是蛮反感的？嗯，来听一下别人 cover 的。对，我直播没讲过，这点影响没关系，没，反正有可能是我没记清楚，因为我不知道，我刚才有点吓到 ，sorry。因为我以前常会在直播做一些不像偶像的事情，该怎么说？毕竟我反正就一开始就不是个专业偶像 ，Kiki。吉他时间，可能我变了很多吧。怪物这首歌竟然没有进去耶，变好，谢谢。哎，它是零哎，怎么办？一样就从老样从那首歌开始吧。
とっては忘れてく新しい人と並ぶ君はちゃんとうまくやれているのかなもう顔も見たくないからさ変に連絡してこないでほしい都合がいいのは変わっていたいんだねでも無視できずにまだ過ごし返事声も顔も不器用なとこも多分今も嫌いじゃないのドライフラワー見たく時間が経てばきっ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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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あせる月明かりに守るが揺れいるきっと私の音がしている暗闇に色彩が顔を甲直接变这样，指甲掰掰，真的直接掰耶，难过。
かった今さらなんかからなもう思い出すな間違ってるんで分かってないなんだ人間も本当も愛も付け替えも苦しさも人生もどうでもいいよ正しいかどうか知りたいなだって防衛本能だ考えたんだあんたのせいだいつか死んだらって思うだけで胸が空っぽになるんだ将来何してるだろうって大人になったら分かったよ何もしてないさ幸せな顔次第どこかに食いのは通り切ったらいいんだ満たされない頭の奥の化け物みたいな音楽とかも歌わないし歌詞とか適当でもいいよどうでもいいんだ間違ってないだろう間違ってないよな間違ってないよな超多那个，超多那个的封闭和弦，无法。どうでもいいんだ、正しいかどうか言いたいな、防衛本能だ。どうでもいいんだ、あ、いや、あんたのせいだ。唱完了。Sorry， 我唱没诚意，因为我后面按不出来。僕たち人間だった、今チャコミみたいな思いが、だ、何度でも君を変えた。売れるとか、売れるとか。もうとてもよかったんだ本当だ本当なんださあ初めはそうだったKawaranai fuke asai shoko kokashitai ni jo 对不起各位非常的没有诚意这首呢不知道他们弹出来先检查一下底下有没有要升 key 嗯好像可以耶何もいらない心臓がうさかった体が熱まった初めてバイトを逃げ出した学校性格もどうでもよかったんだただ気に食わないものばかりが増えた8月ズボン突き上がり自転車で飛んで同じ伏見の子苦笑答えなうちに一人の商店街よ風が鼻くすくったこの胸の痛みは気のせいだ分かってた分かったふりをした最低咲いてた僕が全部咲いてた君の形に残したかった思い出になんで仕方がないんだ咲いてた咲いてた気持ちよくて仕方がないわ咲いてだってこの歌詞自体が自
人生に中なので死ぬのでロックンロールは僕を救った、考えるのもやめた、どっち死ぬんだから君も何もいらない。顔下がった、笑うほど喉が渇いた、初めて心を売り出した、決心もプライドももうとってもよかった、気に食わない奴にも頭を下げた、八月坊の心の景色を泣く間、ストックホルムの露天商切る中、濡らしたワイン石畳、君だけを胸にしまった、この沢の青さを気のせいだ、笑ってた笑った顔のまま、サイレラゴマンラ、君みんな探求だ、ドラマチックな歌も愛もさばからしくて仕方ないわ、知っていた知っていた、君の人生君のものだ、最低だっていくら叫ぼうか、そうだきっとそうだ、この世界でロックンロールが流れてるんだ、賛美歌とか流行らない神様がいないんだから、罪もあらかじも犯罪も自殺も戦争もマイノリティも全部知らない、要素超级无敌强。咲いてた咲いてた、だからなんでごめんだ、君のすべてに懐きたいんだ、そんな時もどんな人を得れば、咲いてた咲いてた、言葉なんで上々だ、君の人生は月明かりだ、ありがちなんで言わせるものか、咲いてた咲いてた、笑われたって仕方ないわ、最低だって頃だけ残した、人生に17で死ねるならロックンロールはなく僕を救った、考えるのもやめた、どうせ死ぬんだから、今も愛も過去も夢ももう思い出もな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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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太難了、这个每次弹完吉他就很哦，我就烂。后来也没有了。我就烂，弹完以后每周弹完的口头禅我就烂了。晚上好，陈。头发真的长了，就后面几乎是都没了。大概补一下指甲油，只有掉拇指跟食指，还好。还有它是可剥式的，就跟在座各位一样可剥，还有我一样可剥，我们就烂。可播团怎么办？大家愿意为了我一起当可播团成员吗？
好，阿正给我退团，可恶！好，下面见排行榜。好，接下来第六名谢齐二口，谢齐二口。然后第五名谢 Steven， 谢 Steven。第四名谢好多组织朱里恩，谢朱里恩。然后接下来前三名的部分，第三名谢谢修一，谢谢修一，耶！然后第二名谢熊猫小雨，谢谢小雨，谢谢。再来是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正，谢谢各位。然后下次直播是下礼拜，然后不要眼睛痒。好，然后下礼拜，然后大家下个礼拜见，辛苦了，明天加油，不要可不，大家明天上班上课加油。下次直播见，还有那个生日会的三月份的生日会已经开始预购了。就开始售票，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购票，然后我会担任特别嘉宾，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加哦。拜拜，晚安。耶，久违的爱心，给我指甲没干，对不起，拜拜，晚安。